哎，这个布这头闪电怎么好多圆都没有吧？现在有，也有家。嗯。比咱古古老。啊，比咱还古老了。我这盖的是算死，在那个啥会，这算死心。在院里头，这还有个大哥说，这里头有个井，这井是也是很老、很古老了。他盖房必须得先打井。啊，盖房必须得有井。你没井没水，咋活你了？啊。然后这个是原来有六闸声，啊，现在有九闸声，九座，现在也不用了，不用。但里头还有个老闸。还没了水了。嗯，还没水了。九座也没了水了。嗯。那水池。水没撤下去了。啊，这是一井院，刚才那是二井院。这是，哎，咱叫工房，草棚做的。啊，这是草棚做的工房。哎，这一块有点歪了哦。哎，多年了，这个地基新了。嗯。底下有地道。啊，底下还有地道了。地道通烂了。这几个月都乱去走呢，过年都不得在啥事儿似的。哦。现在你在去过这下过这古道吗？我下没全走过，我走过一个角一段。啊，走过一段，一中沟，小这家小这家能走。啊，就往下要走。哦。啊，这是盖房时候就闹上了。哎呀，闹可说不走，闹不走不走。啊，有地道，这个院还有地道，同附近的几个院。我弄个到那不小个的那哈，那。啊，真的城墙根儿那儿的，四合院儿啊，东门的院儿，它都通的，底下好像小洞，那不是在上层是有的这。啊，嗯，啊，这城墙保护的好，这是这个大门，大门过去还能出进这个大车。哦，马车。大马车，嗯，这个大马车还也是很气派的大马车，跟老现在也就是奔驰、宝马那个样的，对吧？车棚、马棚，那后面改成坐房了。啊，那是车棚、马棚。黄色的车棚、马棚、车房。哦。正北边那是厕所。啊，那是厕所。总厕。嗯。女人们走的厕所。啊。这是男人们走的厕所。啊，厕所也两个。我去是两个，现在一个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把总。